一孙天强抛发成功，打得很轻松。裁判跟着。现在是中国选手孙天强的发球局。这个非常的吃力，感到比较吃力，这球有点顶他。我觉得孙天强这个机会应该把握住，非常好，应该就是全力的进攻。就算如果说小威这样继续懒散的打呢，他就会有很好的机会了。对，现在孙天强也不要好像是以为就是哎，我们说就是像世界排名第九。曾经的世界排名第一，我们就不敢去跟他打。这个球应该相当失望，我看他这个球打得非常的有力。确实。非常的漂亮。对，有。漂亮，孙天强这接球的落点都非常深，而且打得很主动。漂亮，孙天强就内角的发球 S， 准备不足。对，因为孙天强面对这个高手，他肯定全身心的都比较放松，知道是要被放开。是打出一个造型高。无可奈何，我们看到在这一局当中呢，威廉姆斯已经是动作变形，而孙甜甜的发挥非常的好，四个一发都命中。对，孙甜甜应该是比较正常的，那么的令人感到那么满意。发出了一记 S。孙天天顶得非常的好，这就看出这种经验的不足，对，所以该漂亮，又发球去，就发球去。孙天天的。非常的漂亮。好球，孙天这球回球回的落点非常深。这球应该主动上去打拦网，打击拦网，就这球多好的一球！就是来不及处理这球，非常可惜。
这球非常的关键，小妹也是大声的喊叫，好球！这才是小妹的真实水平，小妹不得不拿到她的全身的这种水平了。我们看到小威现在确实是很多的选手，但是他要是不重视的话，他仍然不是很容易就能拿下这一场球。对，也很有可能在硬沟里翻船。对，剩下的机会，这个球又是力量不够，啊，很好的机会，没有一百把对方打死。对，漂亮，非常漂亮，对，有机会要敢于变现。如果小威今天的进攻大师水准的话，孙甜甜真的是胜率很大。孙甜甜也是大呼准备。第二盘的比赛中又破掉了，这一局的发球局是非常重要。好球，拉起来，非常漂亮。对，关键的时候体现了非常的极大的自信心，漂亮，好球，打在了脚上。对，这球威廉姆斯他实在是状态是非常的低迷，漂亮，孙甜甜防得非常好，机会非常漂亮，没想到，而且他的心里还是非常的窝火，在面对一个无名小辈啊。对，但是如果他不能面对现实的话，他将还是不可能进入到他的最佳状态。而孙甜甜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对付的选手。对，孙甜甜基本功看来确实还是非常扎实，非常的漂亮，悄悄敢于打一板，打板就线。打在了线内，打在线内，威廉姆斯也出现正拍的非收不应收，冲球对威廉，相当的聪明，这次是较好的得分机会，漂亮，漂亮，打得非常果断，如果孙甜甜继续这样保守的打球，今天这个视线可能是有些问题，看一下，哎呀，这就错过分了，
顶出了压力。这是一机会。哎呀，这份参与没有牢上去，变化一下，对，应该变化一下可能更好些。现在看最后一个赛点，看全场观众都屏住呼吸，非常的可惜。这份上网球的他的打的漏洞，球出界，好球，漂亮，只是身体在这儿。嗯，非常漂亮。小威好像是有伤，好像是。漂亮！你能看到稍微的，孙天天能够把角度打下。关键时候，威廉姆斯还是漂亮，这是。非常的精彩，对，这个孙天天这个时候敢于上网，这就非常危险。好球，打在了线上，打在了线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观众朋友们，中国选手孙天天经过两盘的苦战，在观众的欢呼声中战胜了本次比赛的卫冕冠军。美国的小威廉姆斯，这也是本次比赛的最大的冷门。孙天天也非常不容易。这是本次比赛的技术统计，孙天天第一发球成为69%，比威廉姆斯多出15%。一个 ace， 威廉姆斯。